都转不过去。哎，你怎么关上？我仅剩的开口的它都自己关了。鹿嘎，鹿嘎，这太坏了，他把咱们的都给烫闭嘴了。大勋太坏了，结束了。你真是。那我跟大勋，抱歉，好。人要飞，他要飞。人要飞，他要飞。人要飞，他要飞。我他扎翅膀了，刚才。他有屎，他不可能飞。他有屎，他不可能飞。不是，好像有点想要飞四号，他长了两次膀子。他要带屎飞才能给砸成。哈哈哈哈！在宝宝那边站着，让他独自表演。提醒你们一下，如果温度超过35度，有高温补贴，每人可以额外多获得1枚派币。那我们俩成功获得2枚派币。对，时刻记住这个。好，这个温度是32度。嘿，不可能！现在你晚上了，当然32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不科学在哪儿呢？你贴着石头放，那石头上冰冒凉呢。这个石头是假的。他从哪儿开始测呀？等会儿，往这儿往衣服里头放，你好像往这往这里，你往那个位置放。但说真的，就是我们现在就看我们这个状态，不可能32度了。对，不可能是。你没看到我2件衣服，里面衣服已经湿透了。真的，我不可能，我们不要赖皮，你看现在一点都不赖皮。我看一下有没有变化。还降了一点，不可能，现在31度。不行，这作弊过程全被看见了。我这样，我拍一张看了多少度，好吧？你看照片里38度了，你看。啊。你这是骗傻子行。这显示现在35度。35度啊。来拍下手机时间。你看。不，你赶紧拍下他手机跟时间。什么衣服？看了啊，拍的啊，绝对没有任何的作弊嫌疑。德清35。对，看我们刚刚拍的这个啊，38，都快38了，你看，对，36，哇，这么热，三十，哇，这么热，三十，对，不要再多说，有点像赖皮的。